给你吃。啊，这可是你自己要吃的。猪吃。奥斯卡，私房钱藏哪了？在鞋里面。猪肉，你在干嘛？现在还是我的啦。猪竹青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有我的私房钱呢。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我发誓。我知道了。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我在跟唐三讲电话呢。奥斯卡，说好了一起去。你怎么挂我电话了呢？小五太可怕了，你帮我去劝劝他。肯定有事。牛肉，是我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。没事。不对，你是有事瞒着我。我只是怕吵醒你、你真好。牛肉，我出去一下，等下回来。神神秘秘，搞什么鬼？奥斯卡，你们别误会，跟我来。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奥斯卡为了给你一场最浪漫的求婚，偷偷把送外卖赚来的钱藏在抽屉里，不让你知道。奥斯卡他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去 DR 给你订了钻戒，他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拉着我帮他排练。你不要误会他了，还愣着干嘛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！这世上浪漫有很多种，但是我对你的爱只有这唯一的一种，那就是我想要和你厮守一生。我用一枚 DR 把我自己绑定，是我能想到我能给你的最大诚意。柔柔，嫁给我好吗？你把这唯一送给了我，可一辈子不能反悔了哦！绝不反悔。三哥，你的显示器被小五拿走了，想不想玩电脑？滚！你去打一下奥斯卡，我就把。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是不是你让三哥打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显示器呢？这次不算，你打得太轻了，再打一次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样不好吧？三哥，你又想干嘛？刚刚对不起了，为了给你赔礼道歉，给你准备了礼物。什么礼物？看好了啊！打！怎么了，宝贝？妈咪，为什么老是被这么偏心啊？说说看，怎么偏心了？就是很重视别人，一点都不重视我。看好了，把刚才那颗找出来。这怎么找嘛？为什么找不到？瓜子都一个样啊。葡萄能找到吗？为什么它你能快速找到呢？因为它与众不同啊。武藤，去洗脸了。再玩五分钟。那一会儿你自己洗。五分钟到了，赶紧去洗。我收拾一下就去洗。收拾好了没有？哎，没有。还要多久？马上。现在好了吗？地太脏了，扫完地再去洗。不用，妈明天扫，赶紧去洗。不行，这里有好多垃圾，我们家里又不能来检查。那你快点，已经很晚了，可以去洗了吗？地还没拖，我还要拖地。不用了，求你快去洗吧。不，我就要把你拖。不
奥斯卡，起床了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烦死了！啊！什么事？帮我把遥控器递给我。在这儿。哎呦我的妈！滚！奥斯卡，你在玩什么游戏啊？别打扰我，今天永劫无间更新，新英雄顾清寒技能全面，进可攻退可守，而且长得还特别好看。姐姐这哪里是在砍人，砍的明明是我的心啊。奥斯卡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不好意思啊。你好，一共31元，这里扫码。我手机呢？你好，一共31元，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。哦，等一下，喂，快点过来付款。喂，就是你。我？对啊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要扫码啊，但是我手机不是在你那儿吗？我认识你吗？神经病吧你？不认识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啊。那你为什么说你手机在我这儿？对啊，所以说为什么手机在你那儿？神经病。那不如我们问问警察叔叔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？啥？Hey Siri， 帮我查一下最近警察局在哪。我看到的最近的是福气小司第530栋。想跑啊？幽冥已翻身，你还没买单呢。看到没，小金库。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还有没有？没。啊，君子动口不动键盘。拿驾驶本干嘛？还有呢？没有了。这里没有，家里肯定有。唐三，你别胡说。老实交代。啊，真没有。如果你翻了，我跪榴莲。你说的。走。向凯，幽冥已翻身。慕白，竹青刚刚分身了。什么？哦，可以啊，分身转移赃款。这次真没有。慕白，你看下面有图纸。这是什么？画画纸玩的。